放眼周边，已是三代战机的天空。中国空军急需一款空中战神。没有成熟的人才和技术，缺乏相应的工业能力，更没有退路，却必须有人担起这国家安全的责任。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中国航空工业面临一项重大抉择，试射当时空军急需的三代重型战斗机，或坚持立足国内自主研发，或从国外引进。形势的紧迫使得引进最终成为优先考虑。上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上第三代战斗机日趋成熟，并按照利益纽带在国际武器市场扩散。一些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陆续购买了此种战斗力空前强大的战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就面对这样一个局势啊，我们国家领导人、空军的领导内心都很焦虑，就是我们的空军必须尽快的壮大，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呢，你要等到它出来再批生产形成战斗力，那就尚需时日。另外呢，就是买。1992年，中国空军从俄罗斯紧急引进了一批当时先进的三代重型战机苏-27，以应对国防急需。不久后，又决定引进苏-27的生产线和部件，组装这种当时我国还无法生产的先进战斗机。必须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在这个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不放过任何机会。你跟人家有机会，哪怕我花点钱能学来的东西5年能干成，我干嘛自己去吭哧10年了？就通常说的站在巨人肩膀上，只要他让你站。孙聪1983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来参与了苏-27的引进。93年前后吧，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总事办当助理，当年的老的副总师们那时候都积极在运作，在开始消化苏-27的资料啊等等这些东西。应该是以李明院士为首的老一代的这个设计师们，他们为主要的。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年轻人参与，跟着学一段俄语啊，有的去到俄罗斯参加过一些培训。决定从俄罗斯引进急需的三代重型战机，是因为中国不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这样的先进装备。上世纪90年代初，中苏关系在经历了30多年的曲折后，终于迎来冰雪消融的缓和。中国的要求得到了积极回应。和3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也不再是一切从零开始了。那时候航电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说决策机关的领导们就决策，就是航电不要引进了，我们自己干，决定发动机也不引进。苏-27由苏联著名的苏霍伊设计局研发，上世纪末曾以优异的作战和飞行性能名扬世界，是航空强国三代重型战斗机中的佼佼者。这样的战机对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航空工程师们对这款飞机就做了个技术摸底，获得了更深刻的认识。苏-27具有非常优秀的气动外形，这种机翼和机身融合一体的设计，在当时中国自己设计生产的航空器中还没有。所谓气动外形，指的是飞机外表的形状与飞机的飞行性能密切相关。
你想想俄罗斯这个苏两七这个青年布局，他从开始那个叫燕尾翼的那种方式改到今天，他也是型号都首飞了，又全面推翻重来。所以说那个俄罗斯这个西蒙诺夫总设计师非常厉害，就是觉得要设计出最优秀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堪称是一个气动的经典的一个杰作。虽然中国军方已经从俄罗斯引进了一部分苏两七装备部队，但更大的期待就是通过引进生产线，在短时间内把苏两七批量生产出来。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曾通过许可证从苏联引进生产了一代和二代战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形势刚刚好转，那时国家建设到处都需要钱，拿不出太多的钱用于发展航空工业。所以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航空工业与生产第三代飞机的这个条件来对比的话，还有很大的差距。涉及国家安全，引进生产线组装苏两七装备部队，定下的完成日期极为紧迫。时任总装备部部长的曹刚川对忧心忡忡的军工行业负责人说了重话。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第一个枪毙的是谁？但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大家都停顿了几秒钟，告诉你，第一个枪毙的是装备部长。当时曹刚川本人就是装备部长。实际上转个弯告诉你，枪毙我之前肯定是不是先把你枪毙了。一个没有任何三代重型战机设计制造经验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将一款凝聚着航空发达国家多年经验和智慧的战机消化吸收，再亲手建造出来，无论怎样看都是很难的。现在看不难了啊，当初是很难的，当初你不知道人家怎么生产，所以说你得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这个好就好在中国的航空工业的根儿呢，就是中国的航空工业生产厂的根儿是源于苏联的，所以说很多东西是相通的，这个接触的还是比较快的。苏联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尽管中国和这个北方邻居的关系经历过分合起伏，对初创时期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苏联曾经给予过很多帮助。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苏联的援助下，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和沈阳所就成为了我国歼击机的摇篮，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多少年过去，这里又成为引进苏两七庞大工程的中间。当年引进苏两七生产线，也为困境中寻求项目的企业带来了希望。人家司令员说，你别跟我说钱的事儿，好吧，钱有的事儿，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干出来。好，突然间就从我要干变成了要我干。1995年底，中俄苏两七生产线引进总合同签署完成，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明成为苏两七引进的首任总师。不久，技术资料陆续从俄罗斯空运过来，随同前来的还有众多俄罗斯专家。李明曾参与和苏两七设计制造人员的谈判，他的同事们在沈阳迎来了老朋友。转眼间，苏两七的技术资料和图纸便堆满了沈阳所的库房，翻译变成了头等大事。作为引进项目总师的李明亲自挂帅。我们是主要的，要把这个机体的很多资料标准要翻过来。那沈飞他的工艺方面资料也一大堆，各个成品厂拿到资料也很多，也都得翻。翻译量之大，令人啧舌。前后大约一年的时间，苏两七的技术资料终于全部翻译成中文，生产部门陆续接到图纸，紧接着便是打通生产线。那我们是技术支撑单位，相当于是俄罗斯人不会说中国话，先跟我们说，我们是得去跟沈飞说。
因为是跟国外的这个合同，所以在整个生产线的打通上，我们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每个节点都是非常严格的。所谓打通生产线，就是要把引进的生产线建设起来，用进口的零部件组装出苏两栖飞机。1998年春天，俄罗斯开始向沈阳发运器材。一天就先后到达了2架飞机，从这个529号就揭开了我们器材接收的这个序幕。今天的沈飞，早已是我国三代战机生产大户，而当年它成了苏两栖生产的大学校。进口生产线搭建起来，最先组装的是俄罗斯来的大部件。它提供你2架飞机，但这飞机呢拆开的，机身、前机身、后机身都拆开的运到沈飞，然后呢你把它按照育种装要求，有后机身跟发动机装一块，然后机翼跟机身装一块等等，然后哪些东西最后喷漆啊等等，这个装起来然后推到试飞站去试飞。接下来俄罗斯来的零部件越来越散，组装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根据中俄双方合同，中方可以自行生产零部件组装苏两栖。沈飞的员工一步步升向高级班，从总师到普通工人都在一丝不苟地学习。当时的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特别强调，先描正楷再行草书，言下之意先老老实实地学。这些专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资深，在飞机设计这个领域啊，包括制造这个领域，他们都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们那时候非常年轻啊，从跟他们的合作过程当中，我们从人家这个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态度如此，手还要快，毕竟合同规定的时间节点一环扣一环，违反合同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人生能有几次搏，苏两栖的引进在军工企业最困难的日子里一下子点燃了人们拼搏的激情。那时童秋林在沈飞负责生产管理，打通生产线，赶节点，他和同事们日夜盯牢在生产线上。当时呢我记得啊，我们在第一架中央翼装配实验的时候，当时觉着4-5个小时就能够结束，结果呢这一天就不是太顺利。当时配合这项工作的设计人员、工艺人员、检验人员、生产指挥人员以及车间里头、厂里头的领导和他下面的工人，总共啊前前后后30多人，一直就是从中午吃这顿饭停了12个小时，直到全部完工才去吃这顿所谓的晚饭。打通生产线，俄罗斯专家紧盯现场，他们严谨认真，尽其所能地帮助中国同行。然而毕竟工程复杂，总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说困难？因为所有的东西装在一块儿，它不是一套的，所以这些对于我们技术人员来说需要辨别一下，哪个是最新的，哪个是已经不对的、已经过期了的。这些当时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除了部件有不配套的问题，人们发现有些图纸对不上号，原因竟然是俄罗斯人仍旧在不断改进苏两栖。设计师再聪明也不可能一次设计一次制造就完善了，它一定是多次的迭代来优化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当年拿到的资料跟实物都有的都对不上。因为从谈合同到我们开线前前后后几年的时间，这个飞机它也是在变嘛。航空业内流传的一句话，一代飞机一代工艺和材料。赵阳发现俄罗斯来的材料很多都没见过。这边是我们的飞机的臂板，这个臂板原来我们在老的机型是没有的，这种产品来说造价也非常高，
假如这一块壁板废了，我们那几十万就没了。打通生产线，俄罗斯专家也功不可没。在整个打通生产线过程当中，我们和俄罗斯的这些基层的这些同志们呢，感情处理也比较好，因此他们也是尽心尽力的在指导我们一些我们不是太熟悉和不太懂的一些加工技术啊和一些个技术难点，像老师一样教学生，也确实有这么个过程。在沈阳的上空，时不时飞过的各种三代重型战斗机已经不再吸引路人的目光，但当飞机轰鸣着越过头顶时，赵阳还是有一阵小激动。有时候也很自豪，因为我知道哪个零件是我做的，哪个零件是我们单位生产，哪个是我班组生产。沈飞组装的苏-27一架架飞上天空，严苛的俄罗斯专家终于签字认证，沈飞的生产线达到了生产苏-27的标准，生产线也按合同规定时间打通了。随着更多的苏-27装备部队，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有了明显的改善。引进工程上马时，严令按期完工的曹刚川再次来到沈飞，平时不苟言笑的他见谁跟谁握手。他说句老话，当初我跟你们布置任务的时候，虽然说的那么严厉，在我心里确实是七上八下，担心你们完不成，最后没想到你妈真给完成，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岁月荏苒，如今活跃在岗位上的是当年的年轻人，而当年的老人已经功成身退。曾主持重要科研工作的李天院士2018年因病去世。赵霞当年曾随李天院士一起工作，走进李天院士的办公室，刚发的工作服还摆在沙发上，令人触景生情。李院士呢就说对工作特别较真儿，就你看他很平时很温和的，但是真正工作起来，如果要有瑕疵，或者是这个数据不是比如说真实得到你修的，不跟他说实话或者什么，他会很认真的批评你。正是在李天院士带领下，赵霞和同事们苦心经营，心无旁骛，完成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最终为苏-27的国产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数据。世纪之交的中国航空人是幸运的，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苏-27的引进像一只有力的手，将人们的眼界和工程实践一下子从二代机托举到三代机，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的步伐。终究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防，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防工业，不会满足于去引进来制造。我们国家呢，因为改革开放比较早，还有我们自己这些年有一些积累，就是说呢，这样的话呢，对于他的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改进，好，就是这样的话呢，就应运而生，就出来了歼十一 B。魏金龙所在的沈阳所结构部曾接到一个任务，对苏-27所有的零部件，哪些可以国产化，哪些当时还做不到，主攻方向在哪儿，做一个详细的梳理统计。从翻印发图之初，或者是翻印发图的这个中间阶段，我们就开始有目的来做这个事，因为国产化这个事儿对这型飞机来说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苏-27的国产化展开之际，人们也庆幸它来得恰逢其时。前排试一下。因为在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那一批老同志差不多相继到2000年前后就退休了。80年代过来了一批人，大量的90年代以后过来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缺乏研制和实际应用的工程经验的。
如果不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赶上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型的型号锻炼的机会的话，你后边再来补课实际上是要花出更大的代价，你是接不上的。打通生产线，制造出原型的这个飞机，这是我们老一辈的专家们为主做的事情。那么我介入主要是在国产化这个阶段。如今已经是著名飞机设计师的孙聪，国产化的后期接替了李明院士的工作，成为歼十一 B 的总设计师。苏两期的国产化可以说是人才新老交替的桥梁。在俄罗斯生产的著名战斗机中，苏两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把这样一个由众多分系统直至零部件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灵动的整体，需要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那人结合他自己的工业基础和他的能力，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他的每个单件产品的性能都不是很高，技术上也不是很先进，但他组合出这产品总体性能会非常好。这实际上是一种系统优化的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而随着歼十一 B 国产化的深入，人们更深地体会到研制一款三代战机是对整个国家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业基础的考验。苏两期的国产化涉及面之广，参与机构之多，甚至连身在其中的人都感到惊讶。它不仅仅是我们航空系统本身，它还依赖于我们国家的原材料、原器件、冶金、化工、电子、建材，还有我们一些基础上的这种科学的发展水平。面对众多参研单位，沈阳所还有一项细致庞杂的工作，拿出一个飞机的总体方案。要开这个方案会，这方案有多少个产品的组成，这产品都是定点在谁家，产品有要求，我们叫成品技术协议，这个协议上有技术要求、进度要求、经费要求，这么一大堆的事儿。歼十一 B 的国产化动员起了各行各业，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其中，似乎很难统计。几十万人，你想想，我们和沈飞在一起就将近两万人，我们大约管航电系统的就七十几家了。材料还不算了，你那些那个金属材料、光学材料那多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铺展在鸟巢场地上那幅巨大的画纸，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艺谋最得意那张奥运画纸，就是11米宽、20米长，它是飞机的轻量化结构在上面体现。它是一种特殊的塑料做成的蜂窝结构，在上能作画，运动员在上不还踩脚印吗？就那张纸。这张画纸的产地不是安徽的宣城，而是坐落于北京西山脚下的航空材料研究院。这里当年是攻克歼十一 B 材料难关的牵头单位，他们直接面对沈阳所，负责新材料的研制，对于众多材料生产厂家的指导，新研制出来的材料能否合格，也要由这里把关。航空材料从机身蒙皮、构架，一直到机载设备、发动机，金属的、非金属的，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当研制对象从二代机升级到三代机时，材料便成为一个异常突出的难题。在歼十一 B 采用的几百种材料中，发动机的材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在国外做交流的吴学仁至今保存着一张图片。我当时在一家发动机公司，他们向我们交流的时候曾经拿出过一张图，这个 PPT 的这个图片，这上写着材料对于21世纪的高性能发动机的贡献率在78%。
其他的因素占22%。高强度、耐腐蚀、寿命长的高温合金，在三代战机的航空发动机上占了很大比例。三代战机携带大量装备，在做战术动作时承受的超长过载，对构成机身和机翼的材料要求轻而强，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更不用说还要耐腐蚀、长寿命、耐损伤。设计飞机也是一样，材料要先行，材料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基础原料，没有材料的话，那你用什么东西做零件呢？你后续的所有东西你都谈不上，你包括设计就无从谈起。回溯人类航空史，早期的飞机主要是用木头和帆布做成的。随着人们追求飞机更结实、更可靠，飞得更远、更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铝合金等轻型金属材料逐渐代替了不结实的木材。到了三代机，航空强国为了增强战机的电子设备、挂载武器，花大力气给飞机减重，竞相开发轻而强的新材料。于是，钛合金、复合材料等各种新材料便被飞机设计师们高度重视。那当时在材料国产化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复合材料的应用。复合材料是一种人造的非金属材料，比金属材料轻，主要性能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军工对复合材料并不陌生，在之前的国产二代机上也曾做过尝试，但在启动歼11B国产化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工业部门还无法制造出适合三代机的复合材料。从材料的这个先进性、它的这个性能水平，无论是它的强度、耐久性、这个疲劳、寿命、抗腐蚀能力，这些水平上差距是很大。三代机对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可以说材料问题不解决，就设计不出也造不出三代战机。歼十一 B 的那个大的机叫翼身融合体，它用到这个复合材料，每一簇的粘接强度都能够满足，不产生缺陷，这就是一个大的难题。复合材料是用不同性能的材料编织或组合起来，它按照材料科学家的设计，集合不同材料的长处，最终做成满足特殊需要的人造材料。制造歼11B使用的复合材料，要将人造物质层层粘合，热压为整体而成。成败所系，拼的是工艺。那当时的航材院就是是材料的牵头单位，带领全国那100多家单位啊去攻关。那我当时在工艺所是也是从工艺角度牵头，跟主机厂所一块儿把这个工艺过程去完成。学海无涯苦作舟，在漫长的攻关道路上，只有身在其中的科学家、工程师们才能真正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个材料国产化的工作真正开始是应该是在97、98年左右吧，一直进行了差不多将近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才把材料国产化的事做完。复合材料和其他几百种材料的突破，让飞机设计师们终于可以一展胸中宏图。我是觉得就当时苏两七它除了前边那个整流罩它是复合材料玻璃钢的以外，它机身机翼都没有用，那后来我们国产化当中是用上了。那么随着歼十一国产化复合材料的应用，在我们国家后边的飞机，像歼十飞机、像歼二零后来的飞机，复合材料用的就越来越多了。
歼十一 B 的座舱前风挡玻璃，专业称之为透明件，并非攻关重点。没想到它的光学畸变会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三代机是个整体融合风挡，再加上个气泡式这样的舱盖，老百姓一看很经典的，但是它的技术跟二代机比完全不一样，一般的公司做不了。二代机的前风挡是平面的，而三代机是弧形风挡，因此必须克服光学畸变问题。前方市场变形对飞行员作战和飞行来说非常不利，之前负责透明件研制的单位没有成功。离首飞只有五个多月时，航空材料研究院的吴学仁一行急匆匆开车奔向沈阳，与沈阳所紧急磋商材料问题。即将首飞的歼十一 B 是一架国产化的飞机，首飞是国产化的关键一步，时间太紧迫，似乎只有引进一条路可走了。国产化到这个份上，说这个凤胆还要国外的，这个就有点太难看了。航空材料院临危受命，从总师手里接过了这个难题。其实他们早在一年前就对气泡型透明件做过技术摸底，回到北京立即拿出新的方案，全力攻克气泡型前风挡光学畸变的难题。我们要把它成型，这个热成型本身也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完了成型以后你需要镀膜和装配连接，是吧，综合的这个试验，这个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综合。为了兑现承诺，院里给了透明件研究组最大的支持，攻关要买个关键设备，超了预算，全院2000职工将自己一年的奖金贡献出来。当时这个设备是230万，还你把其他费用一扣以后，就是除下来一人就平均8000块钱奖金，大家当时就很爽很同意了。军工项目责任重大，敢立军令状，敢拍胸脯，不仅需要勇气和担当，还要有实力。航空材料院在最后关头攻下了透明件难题，令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我们研发了自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材料体系，是个伟大的事情。我们保留了气动外形，但是材料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的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材料研发好消息不断，国产化的歼十一首飞在即。首飞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对于材料来说是一个仪式上的一个东西，材料的考验很重要的一块是在首飞以前的全机静力试验和后续的疲劳试验。如果你要是没有到这个设定的载荷断了，那你这个飞机后边的应用就会成很大的问题。如果你要超过了，明显的超过，那就是说你这个飞机设计的不好，你重量太重了，因为你用的材料厚了，对吧，尺寸大了，那飞机的效率就低了。令人紧张的静力试验正好在达到设计载荷时，飞机受力部分拉断了。所以这个飞机设计是很成功的，材料也是很成功的。这天，一架战机在人们紧张期待的目光中飞上天空，歼十一 B 的首飞终于开始了。我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的那个振奋啊，在飞机这个落地的一瞬间，就是此前这个全场是鸦雀无声啊，大家那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个飞机的。大家就是互相祝贺，有的互相拥抱，甚至有的还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首飞成功的歼十一 B
像一名体检合格的新兵，却还不是一个能打仗的战士。从这时开始，他要装上各种各样的机载设备，包括武器系统，不断试飞，冲击各种极限飞行动作，去检验改进，直到定型服役，成为真正的战士那天。这天，一架战机腾空而起，它的机翼下安装着专门为歼-11B 研制的新型弹射式导弹发射架。今天的任务是对新型发射架做一次实弹检测。没想到，试飞员接到指令，按下导弹发射按钮时，导弹没有与发射架分离，卡住了。为了避免导弹发射时伤害飞行员和飞机，歼-11B 采用了弹射发射方式。飞行员按下导弹发射钮，发射架把导弹弹射出去，导弹脱离飞机后再点火奔向目标。问题出在了发射架上。张胜利是当年项目部门的副主任，他和同事们心急火燎，夜以继日地查找故障原因。出现问题以后呢，这个一个是基地在紧张地等产品，另外是家里面我们在这个也在彻夜没日没夜的在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到12点不跑。地面试验场，研制人员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投放动作，而闯祸的隐患却一直潜伏在发射架中不曾出现。型号定型日期一天天临近，却找不到问题所在。所有的领导到那以后看了就说，哎呀，这型产品这么复杂，哎呀，看起来出问题也是正常的，毕竟也是我们研制的第一型弹射装置。从试飞测试出问题算起，已经是第37天了。导弹研究院上下心急如焚，项目团队仍在排查，绝不放弃。或许是太过专注，人们一直忽略了一个细节，那天空中测试飞行中的飞机是有震动的。意识到这一点，大家立刻将发射架装到了震动台上，这一下故障出现了。最后经过这个37天的排查呢，把这故障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找到了。这个后来就采取措施以后呢，再经过验证没有问题，保证了它的定型试验的顺利开展。但是过程里面确实很曲折。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不仅让歼-11B 装上了新型弹射式导弹发射架，还实现了导弹攻击距离、不可逃逸攻击距离、导弹挂载量等方面的改进，可对空中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的辉煌成果。对许多当年的参与者来说，歼-11B 的国产化并非全是从零开始。歼-11B 有6个研制亮点，其中一个就是演射平显。演射平显很能体现出高科技的神奇，它可以把仪表上的数据和图像呈现在前风挡和头盔护目镜上，飞行员不用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数据。虽然这项技术已经在一些高级轿车上采用，但3代机的演射平显要求显示数据量大、视野宽广，无论白天夜间、顺光逆光，都有很高的清晰度。它主要解决一个那个就是解决夜间低空导航飞行和瞄准攻击的这个问题，就是显著提高这个人机功效。演射平显研制难度极大，当年引进时苏-2期还没有装备，顾刚所在的团队在黑暗中摸索，直到1995年才获得突破。但是95年突破以后呢，一直找不到那种上型号的机会。等到2000年正式方案的时候，就已经从 B 装设备降级为可扩展设备，因为他觉得你这个有技术风险、有技术难度，有可能国内也第一次没装过，所以但是毕竟还是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难得的一个重点信号研制机会。顾刚从老一代科研人员手里接过这个项目，是在1983年，到2000年上歼11B， 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奋斗了18个春秋。你要是这个好多东西是要一鼓作气，你如果这个方面不上的话，有可能队伍就解散，你有可能不是延3-5年了，有可能就永远错过去了。我们必须要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尽快的形成这个这型飞机的这个国产动力、航空电子系统、飞行控制系统、武器系统，这是我们研制的一个重点，还有我们的机载任务系统。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武器，我们自己的武器要集成到这个系统里面去，这个航空电子系统就是必须是我们自己来设计的。在歼十一 B 首飞后的日子里，军工人不断地为它更新精魂血脉，充实筋骨脏器，让它逐渐变成由密集的高科技武装的空中战神。与衍射屏显命运相似的，还有歼十一 B 的国产发动机。早在苏两器引进之前，国家就启动了太行发动机的研制。那么李明院士应该说对我们太行发动机啊配装到歼十一飞机上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他还是主张自己的啊飞机啊配自己的发动机。当时我就说能不能这样，两台发动机我拿下了一台，你呢先把你的发动机装一台到我这塑料机上，我们进科研试飞。所以大家呢也是很珍惜这一次我们把自己的发动机装到咱们自己飞机上去的这个机会。太行发动机终于得到了成长的机会，然而成长的道路漫长而曲折。我们曾经出现过就是一级大叶片断裂，相当于这一个叶片断了可能有接近30吨的这么一个力啊打到了机匣上。机匣打穿还会打坏发动机的油路，甚至打坏飞机上的其他装备，引燃火灾，造成空中停车。一个小小的涡轮叶片故障有可能危及整个研制项目的成败。从设计角度来讲，有些没认识到的问题，实际叶片断裂它很多都是由于这个震动共振引起的。发现问题又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攻克了叶片断裂的难关。那些年工程师们解决了500-600项科研难题，定型装备部队后又解决了300多项。实际上呢发动机研制的过程我觉得也应该说是一个跟故障做斗争的过程。一方面呢这个发动机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它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就是搞发动机这批人呢也是经受了这个考验锻炼成长。经历了将近20年的艰苦努力，太行发动机的研制终于跨越了最艰难的阶段，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明。随着太行发动机大批量生产交付部队使用，在历练中逐渐走向成熟的还有发动机制造企业。李志强1983年从部队复员来到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35年间从一名复员军人成长为有重大贡献的高级技术工人。李志强的贡献在于极大地缩短了发动机的生产周期。装配工作就相当于这个脑外科手术一样，中途换不了主刀大夫。我们的单靠就是一个班次这么干的，影响发动机的交付周期。所以就这块呢，我们就研制出了倒班操作之导，在生产任务急剧增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3班的导。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缩短了装配周期。像李志强这样的技术工人是实现航空发动机设计目标的坚强保证，然而培养这样一个高级技工
必须有高端的项目。我们培养个好的装备工，真是不亚于培养一个飞行员一样。我们的航空发动机已经装在了我们的战斗机上，虽然它有一些不足，但是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我们已经达到了可用的状态。太行发动机的实用化不是研发的终结，而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新起点。当歼十一 B 研制成功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一架能够满足中国空军要求、蕴含着中国工程师的创新思想、由中国人制造的飞机。战斗机装备跨进了四代机的研制，这就是应该叫超常规不超程序。一代飞机，一代技术，一代管理，同样也是一代人才。很多国家都可以造个火箭，啊，带一个弹头，啊，就可以形成威慑。但是真正能形成航空工业的没有几个。